怎么了？是什么噩梦吗？吓死我了！梦到恐龙一直抓我，要吃我。恐龙？露西，你怕恐龙吗？真的很可怕，眼睛鼓鼓的，皮肤也很奇怪，总之很可怕。那么，为了露西不再害怕恐龙，我来帮帮你。怎么帮？就是，有了这个呢，露西就可以跟恐龙好好相处了。地球动物园填色学习不就是普通的填色学习吗？哇！各种各样动物朋友的卡片呢，哇，有海鸥，还有乌鸦，哇，好多啊！不过除了鸟就没别的了吗？这个呢是天空世界啊，所以都是各种各样的鸟呀。对呀。还有什么？看看，哇，黑熊，噔噔噔，这是什么啊？骆驼吗？啊，是的，这个是非洲游猎。还有海底世界，哇，海底世界，哇，水母哎，还有鲸鱼，这个是3D 的，这个不是很讨喜哈。啊，露西，小狐狸也很可爱呢。还有啊，填色书有这样5种，里面各有12个动物朋友。啊，那么说一共有60个吗？哇，答对啦！哇，好，下面看看让露西害怕的侏罗纪公园吧。露西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哇哇，露西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来着？橘黄色。那就用露西喜欢的颜色来涂一个特别的恐龙吧。好的好的，凯莉也来涂一个特别的恐龙。凯莉为了我准备了恐龙填色，我一定要好好填喽。好的。我们都填了什么颜色的恐龙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的好的，我涂了异特龙，哦，怎么样，橘黄色和淡蓝色很配吧？啊，真的很配。还有剑龙，哇，好华丽呀。还有更华丽的雷龙。凯莉呢画了暴君龙，可爱吧？还有翼龙，最后一个呢是凯莉喜欢的粉红色，原来是没有点点的，觉得会好看就画上了。像不像公主呀？露西，这还没结束呢，现在就要把这些恐龙叫出来。叫出来？没事儿。不要啊。没事儿，恐龙都很善良，一点都不可怕。哦，好吧，就相信你一次。呼叫之前呢，需要用手机下载一个软件，然后按开始按钮，按开始按钮，对准你想呼叫的恐龙，3、2、1，出来啦！大家好，我是草食类恐龙。啊，现在的设置是汉语的。看这里，看这里，哇，好神奇啊！画什么样子就出来什么样子。语言设置呢？汉语、韩语、英语、日语4种。哦，听听英语的。英语的吗 ？I am Triceratops。竟然是这个样子！看这里，看这里。要不要试试日语的？好的，好的。日语的用这个，这个，这个。哇，果然是日语，太难了。还是来听听韩语的吧。사람들도내가이상하게생겼다고생각했는지이름을이상한동물이라는뜻인알로사우루스를지어버렸어原来是这样啊，好可惜。就是呀。加油加油！哇，托凯莉的福，突然觉得恐龙并不可怕，还挺可爱的呢。太好了，只是看还觉得有点可惜。拍照按钮，
露西，给你和恐龙拍一张。真的吗？那么看这里啊。一二三。哇，照的不错。照的可以吗？哇，我和恐龙合影嘞。我也来照一个。好啊。好的。怎么样？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和恐龙亲密接触吧？是的，是的，一点都不怕啦。到目前为止还没结束，这里呢还有透明板。露西，你把两边扣好试试。当当，这个就是 3D 成像的吧？答对啦！好，看好。嗯，这里有多维成像按钮，看见了吧？点一下，中间有个菱形块，放这儿。这样恐龙就会出现在里面。哇，好神奇，看见了吧？还在一步一步的走哎。关灯的话呢，看得更清楚。好，我们来关灯吧呀。哇、嗯、哇，好神奇啊，这哪是涂色书啊？就是就是呀。哇，我要看看我天的恐龙。好啊好啊，露西来试试。好，开灯。好，开灯。我呢要来看看这个，先要按一个多维成像。闪闪，请关灯，请关灯。呀呀，哇，好漂亮啊！哇，按照我涂的颜色出来了。哈哈，露西有些兴奋啊。嗯，是啊是啊。要把灯打开吗？要把灯打开吗？闪闪，请开灯。呀，不过凯莉，恐龙是看了，就是没有背景，有点无聊呢。嗯，背景。所以呀、啊、凯莉另有准备。当当，这个是背景箱子。露西动手能力好，这个也你来。嗯，知道啦。嘿，坐好了。那现在把呈现出来的恐龙映射到背景箱子上，放到后面的话。哇，我的画的恐龙好像复活了一样，现在我真的一点都不怕了。一点都不怕了。真的吗？哇，太好啦。我们再来看看天上飞的翼龙。哇，好仿真啊，好神奇。哇哇，凯莉，感觉就像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恐龙时代。哇，不是感觉，现在我们真的回到恐龙时代看看怎么样。真的可以吗？向着填色书上的恐龙时代出发。出发。哇哇，太棒了，太赞了，好神奇啊。哇，凯莉，你看你看你看。哇，你好你好。嗨，雷龙哎、啊、还有你的公主，你们好你们好，哈哈。哇，雷龙真是好大呀。哇，那个是公主龙。哇，露西露西，你看这个朋友，他好像很喜欢你。哇，剑龙你好哎。哎，吓到我啦、啊、你好，吓死我啦，不要吓我啦。不过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啦。哦，太好了太好了，一起开心玩耍吧。好啊好啊，你们好，来来来。